去年你求我收你做徒弟，后来又突然失踪，你想搞什么鬼啊？哼！老鬼，我向你挑战，在中国徒弟是不会当师傅的。我告诉你，这里是美国，不是中国，不要跟我来这套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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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是搏击冠军，我打倒很多师傅，我打倒你们，我就要到中国去打。 Whoever defeats this old man and brings him to me on his knees will be promoted to the highest order in my school.